4月海清更新微博，身穿条纹 T 恤，上演花式倒立，柔韧性惊人，并配文：享受真的不容易，可瘦下来为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多吃一口吗？从近期的曝光的几组大片看，海清还真的瘦了很多，天鹅颈十分抢眼。海清平时与粉丝互动颇多，十分接地气，在粉丝眼中好感度很高。在这条微博评论区，粉丝纷纷晒出自己做瑜伽、倒立等照片，是要与海清一争高下。有粉丝居心不良的晒出美食图片，称美食已经抵达战场，都这么瘦了，我觉得可以吃顿火锅奖励自己了，并配以搞怪表情。还有粉丝开启恶搞模式，把海清倒立的照片调整角度，调侃为了看清楚你的脸，我都要得了颈椎病。还有真爱粉表示心疼清姐，和跟着清姐一起减肥。据悉，由海清参演的《红海行动》将于今年年底上映，该片由林超贤导演执导，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，拍摄时为取景更远赴非洲，而海清在戏中将会化身沙漠玫瑰，全新角色令人拭目以待。